他真就想，搁我们家呀也是，那跪到佛前，我们家也供的观音嘛，是吧？我说观音可灵了，你就跪观音跟前你就哭吧，他就哭，哭一场又一场，哭一场又一场。嗯，这会儿这孩子真来，真好了，床上床下，你说一个小小就开头了，这俩头的。我说哥，就要回家吧，好了。哎呀，他说那呢，能好吗？我说好了，你回去吧。他说真好了。我说你不去回家检查去，就走，搁我家待八天。他就走了，回去了。到家就上海城去检查去。到海城一检查，右边俩杆溜光溜光的，啥也没有了。左边俩还有点影，还有点影。完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左边呢还有点影啊。我说这么说，高娟，看你变到啥程度。你真是照着你说的去做了，你这孩子左边肝上也会没的。啊，他说那我能做到，指证我能做到。这真是，真就变了。这叫啥呀？大变活人呐，脱胎换骨的。等五六个月以后，我去了。我上他家去了，上海城去了，去了。我说高娟，你再去检查一下。他说行，他又检查一下，再检查都没了。完了，他老婆吧，因为我到我没上他家，我搁别人家住的。他老婆婆去跟我说了：“哎呀，善人呐，你救了我们全家了。”我说不对，不是我救的。他说那谁救？我说你儿媳妇把你们救了。他把你们全家救了啊！你救我孙子了。我说你儿媳妇把你让你孙子又回来，从死亡线上回来，是吧？他说对，那我们这儿媳妇不是原先的媳妇了，变了，我又娶个儿媳妇了。把我还造懵了。我说你咋整的？他也离婚了。他说没有，他不是原先那个人了，咳得现在咳得出事不那样了，说话也变了，是什么都变了。每吃一口东西，先给我送的。他说：“早先你得给他送去，他是老太太，你得敬他去，你不敬他，他来骂你了呀。”他说：“现在不行了，现在他来呀，他送一口好吃的，他宁可不吃，他得先给我端。”哎，把我们俩整的，我俩都没招了。你看，孝养人孝敬的没招了，就这样。可是他对象还有病，对象什么病？对象腰脱，不能干活。后来他对象上我家去一趟，原先他也有还有点不那么不是信那么真呢、啊。后来他上我家去一趟，一瞅，哎呀。他说真不是，真不是虚的，我得变了。他又变了，昨前天还在那个鞍山了呢，他对象那一点不能干，现在一个月挣4000多。就说看你变不变，你真能变的话，那你的痛苦就真没了。那你变不了，我也没有办法。我是干啥的大家都不知道，我就是个指路的，给你指一条路，给你指个方向，那你走不走，那就在你自己了，是吧？那就在你自己了。那就是说佛法无边呐、啊，是吧？佛法是无边的、啊，是吧？佛门广大，难度不信之人呐、啊，说信者得救啊，是吧？那以智先生写那本书，他后来他搁那个北京那个，他写出一首诗来让我看。他写的啥呢？说七扭八歪一株松，挺立在狂风暴雨中，交付匠人都不取，自给路人之西东。就像我这个，这不就是一个七扭八歪的一棵树啊？你说木匠他能取我吗？木匠一瞅你不是个材料，不用你，你也不能顶天立地啊，你也不是个大梁啊。
教父都不娶你啊，敬老帖子没法批呀、啊。干啥呢？自给路人之心中，就是站在十字路口那个交警，给你开个绿灯走吧，你就走这条道准行，保证警察不罚你。那你要闯红灯，警察就要罚你。我说让你很好的去孝敬老人，那你不孝敬那就没招了。我说让你很好的和气夫妻，因为夫妻是啥？夫妻是人伦之始，造化之根，夫妻就是造因根的。那你要不很好去造去，那你说孩子不好，那你说善人，你看这可咋整啊？那你别问我，我还得问你，是吧？那就问你，那就像咱们说这么一句话，说不好听的话啊，啥模子脱啥皮吧，不是？哎，就类似这些病吧，都讲了，都讲了呀，还要提一下子哈。心脏病就是有心脏病的人，是吧？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是吧？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精神不正常也好，心脏病也好，都是个恨气上来的。就这个精神病的人，就这心脏啊，就这个恨气来的病啊，是一种最危险的病。为什么说它是最危险的病啊？因为它呢，这属于牵扯到心脏。那心病一发作的时候，说过去就过去，心肌梗塞、心肌炎、心肌水、二心脉狭窄、三心脉狭窄，这病我都碰上过。那说过去就过去，我最碰上一个最严重的叫心坏死，是吧？一个人心坏死，这人呢，头不到一个月，我还在搁齐哈尔的，我到他家呢。他今年已经是67、8了。他那是多少呢？是97年，他上我们去的，那是心坏死。他说我的心啊，坏坏了。我说那你心坏？他说是我心坏了。耍钱不得使心眼吗？我心坏了吗？他说不使心眼，那你就输钱呢。他说实际我还真输钱，不过呢，我的心在医学上给我照相整坏坏了。那真的他就跪到开始他不信，不信说啥也不信，待会儿待了5天他不信。后来呢，这人姓尹的，叫尹凤书啊，是吧？你现在你到齐哈尔，你要到收破烂的那个，有一个收破烂厂，一个塑料厂，他你到那就找着他。哎，他呢，那时候他不信，他不信他要走。后来他这个妻侄子，完了说的，说你别走啊，你那个温和呢，这人呢，你看他们好没好啊？哎，他就来这些病人，他挨个问，这个啥病怎么好的，那啥病怎么好的？哎呀，他说真能好，他有这种信心了。他往佛前一跪的时候，没跪上5分钟，他就死过去了。一死了，那心病、心坏死要死过去了，那还有好吗？都害怕了。我这人就胆大，我说你不用害怕，等他醒过来，他就好了。真是啊，等他醒过来了，半个小时醒过来以后，他就问大家，我怎么的了呢？我这一阵子什么也不明白呢。房东他老伴说你死了，他说死不了就活着呢，等活起来怎么样，心不疼的，咱那他就好了。怎么来的？他说我白耍钱的时候，我谁都恨呐，我恨我一把把他的钱我都弄来，恨吧，把各个心恨坏了，是吧？说人那是说人得用好心，得慈悲心，是吧？所以这叫心脏病，是吧？说精神病，恨
那精神经变呐，是吧？夜晚失眠呐，夜晚多做噩梦啊，严重的就是咳血、吐血、精神错乱、精神失常、精神经变、精神病，这个病是最危险的。等到精神病这步，你没法救他了，救不了了，说他也不听了，他也不信你话了。我还受是真受过精神病的害呀、啊！哎，这精神病上我家去，刚开始讲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反正有病我就跟你讲，我谁我也不怕。哎，这个精神病上我家，哎呀，可别说，我可受过他害，他把我儿子脑袋砍五斧子。完了，你还干啥呢？石东腊呀，就跑了。说有那天呢，下黑半夜十一点，他光脚丫就跑了。那我们到黑龙江那个地方啊，哎呦我的天哪！不过跑出一个小时啊，跑出半个小时都冻坏了。他跑出俩小时，哎呀，可把我吓坏了。这把人给冻坏了，遭上咱们谈人命官司了。可是呢？他跑出没过三百米，他就趴地下撞上了嘛，没跑出去。后来把他整回来呢，我说我心冻坏了，两个小时才整回来，我心冻坏了。我说我腰是腰腿换他脚，你说他自个说啥？没换。我说你这精神病怎么精神了呢？他说我清醒了。我说那时候你为啥要跑？他说我就心死了好，我就心我磕死了好。这脸呢都炸炸的，哎呀，肿的就眼睛就这么崩。后来我讲呀，他跟我那住一宿，第三早起来跟丈夫走了。我说你打打斗地毡吧，他说不用，我回去。回到家了，到家吐了三天黑血，精神病好了。啥东西啊？我们病啊，都在体内呢。都在四肢百髓各个经络里头呢，你不翻肠道有的硬不是啊，你能好吗？你不用阳气去疏通那阴气，你病能好吗？我们很多人得了有病人，你不你问他吗？说你跟谁生气吗？没用啊，我可好了，我这么好那么好，就卖甜的就不卖苦的，就不说他自个哪错了。这回你要想好病，你就得找你自个的错，是吧？哎，这就是精神病。那说精神病多了，我们家那害可受老了。他上我们家去，往我们家那装干的那缸里拉屎。哎呀，那家让他造的，头疼，头疼，这是啥呀？全身无力。我才一嘴啊，因为咱这天哈，大伙也看到了，跟一本书一样。各家有各家的苦，所以呢，我们给分了一下类，凡是胃脏病的，凡是心脏病的、肺脏病的，所以呢，叫三人呢就按类的讲，就不一一的回答了。然后咱自己呢，根据广盘，根据三人讲的呢，自己去对号，好吧？有一些特殊的病呢，咱早几回在那个有时间就可以给大伙讲，好吧？头疼，全身无力，头疼的不说我就讲了，搬山嘛，是吧？你啥时候？跟父母啊，你还是跟长辈的呀，你还是跟领导啊，你还是干的有点啥事不顺心，你就怨天怨地的骂骂吵吵的，还有的怨神怨鬼的呢，那你都干到脑袋上，头疼不疼来的，又不是别的那方面来的，是吧？再有四肢无力，全身无力啥生怒气生的，四肢无力，是吧？这个就是。实际这个很简单，那你要中间真要是你不生气了不上火了，那你就没病了呗。就是病是啊，病一样，你真要他病就是吃气火了，穿肉吃火了，你要不生气不上火，你就把他饿死。说不给水喝，那个饭吃，你说饿死不得？时间长了就把他饿死了。说朝天没热热喝，你才能酿好喝呢，是吧？你总那么热，一热接前头，热一热上前头，你坐吗？高卷来了，说你瞅一瞅，下地狱游一游，是吧？那你就往上瞅就不行，有病有病你也别怕，你别病吓着了你，你要战胜他呀，你战胜他，他就战胜不了你，是
是吧？他要告诉你，你就完了，就对着了，那你就得死。死我就不死，那时我也寻思，我就不能死，我说啥也不能死，来个这么点小事我就死了，我才不死，那我真就活了，是吧？那些细节我就不讲了，我要讲出来好像迷了似的，是吧？这是脑瘫，是吧？脑瘫，脑萎缩，脑萎缩，这是一种病，是吧？要是大人那不用说了，是吧？大人还没有脑瘫，都是小孩多，是吧？脑萎缩的都是小孩多，这小孩在哪来呀？小孩是父母生的，那就得找他父母了，那找别人不行啊。父母怎么来的？父母从老的那方面，我在长春紫竹庵，可是又看着紫竹庵那边的，紫竹庵那边可有个小孩脑瘫，那我就，这个脑瘫的病，我讲着病呢，他母亲就哭，那孩子啥样呢？那孩子，一个脚跟沾，一个脚尖沾地，脚跟不沾地，一个胳膊不好使，完了呢，说话口齿还不清，是个小小。我讲完了，他妈妈就哭。他妈妈头一次讲，他妈妈哭三个半小时。赶紧啊！我这妈妈没长好，我把孩子给坑了。等我第二次上紫竹庵，我讲四天，他妈哭四天，孩子的脚跟落地了。孩子的脚跟落地了，孩子走到脸上了，妈妈我能走了，说话也真了。你说这小孩怎么样啊？你说，他干啥？你说，他扇他妈大嘴巴。这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我看见，我不能打你妈呢。他说他有罪，我打他。这孩子咔咔打，我们再不给你打了。你妈有罪，也没有你打的。那个权利啊，他说那不让我打，我就不听你打。他说那我就不打。哎，这小孩以后的呢，胳膊也好使了，说话也清醒了，走到不帮忙，脚跟就落地了。这就是长春嘛，搁紫竹庵讲到碰上的，这么一个一例啊，是吧？因为呢，还有一个小孩报警，也是脑瘫，我就跟他讲生理大话。说什么呢？生理上，什么叫生理大话呢？说呀，就说夫妻呀，新婚夫妻呀，结婚的时候以后啊，要躲开四大节的意思。什么叫四大节的意思？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大节的意思是八天。啊，这八天呢、啊？你千万夫妻，你要怀孕孩子，你千万不要合房，合房怕生的孩子就要身体要不健全。再一个初一十五，初一十五你要有孩子，恐怕要脑瘫。再一个呢，父母的生辰，电闪雷鸣，佛的生日。你都不要，前面也躲开。可是我这么一说，有一个女的就抱着个脑瘫小孩，那得了这我这孩子没好了。我咋的？我就是正月初一有的这个孩子。完了，孩子就把我手这么驮的，是吧？这是脑瘫的。这世界有一份爱，那是佛陀的关爱。在这世界有一份情，那是佛陀的真情。在这世界有一颗心，在这世界。
我说那你这我都没问你，你咋回到老板给看呢？那他给啥的？我说你知道为啥打你吗？他说我知道。哎，我说知道怎么回事？说你知道就行。知道，那为啥呢？明白。什么叫释迦牟尼佛讲的明心见性？什么叫明心见性？是吧？你明白对方人，又知道你自己哪错了吗？这叫明理，这就叫明心见性。可他明白了，知道你是咋来的。我说明白了，就看了这一天，波罗蜜还大月份呢，就这一天呢，就下地了。头天下地，各个官员坐着；第二天下地就没有；第三天，那就地嘛，好几百米地那个地方，上地就走，看地去了。第四天上地去，第五天就开始工地。这些古代人呐，有无穷的力量啊，是吧？这个腰腿的病，腰腿的病哪来的？白银，你多白银呢你啊，是不是？这话很平常，嘴说了你心要不动啊，你说白银他也没病，可是呢你嘴不说你心里烦了，这么膈应人是吧？我咋那么烦他呢？你烦吧，你烦就会腰疼，你就会腿疼，是吧？白银伤肾嘛，腰疼、腿疼、肚子疼。烦大劲了，给困了，给迷了。是。再烦大劲了，该烦懂了。你要烦老人，你眼皮该肿了，是吧？哎，这个家呢，这个病这次发上来的。糖尿病啊，等等，先踢一下。糖尿病也是个事儿，糖尿病也是能烦上来的。用火一发作的时候，周围的他都烦了，是吧？哎，你这一用火一上升，把胰腺烧坏了，胰腺一烧坏了，糖尿病得什么？糖尿病这个病呢，还不好好吧？你说不好好也真不好的，就看你自己心有没有决心。哎，那有人就讲说你别人都好了，我怎么不好呢？是吧？那就是智障，那一定不能好，那人真不好的。有人说各个人情，虽然说的就那么好，我也觉得啊，你别再提这个题了。我那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寻思，这么说的又不好，那么不用的，不用大夫治病的。可是真是，他真不好的。是吧？我今天去了这个45年的吃药打针的，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这45年没打过一针，没吃过一片药，那怎么不能有没有说也有说有病？有病你得知道咋来的，你知道他来了，你就能把它吞下去。那你看我这算不算特殊病例？就是三叉神经痉挛。哎，那就是抽动症，是不是？抽动症这个人，我也是给你讲的抽动症，是啊，这个条件也有抽动症。我在那个紫竹庵讲课啊，那个女士去了，胡丽霞，她有抽动症，哎，她还有抽动症，她孩子哪到了点？你这么大的，鼻子来一嘴都动了。几不打的就不得了，我还讲不来。他这个病啊，后来也蛮好的。他自己也有病啊，后来也他不明白了。我们讲课里面的那个光盘里头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张妈妈唱的一首《悔过的泪》，就是那个女的写的。她带光里头写的那首《悔过的泪》，是吧？她讲的。他说我亲身受益，我写的这首歌啊，山里你能不能我唱给你听。我那时候想到我不喜欢唱歌，我就反正在我跟前唱歌，我说你先念念歌词完了你再我就让你唱你再唱。他就把歌词一念，他说哎呦，一听这个歌啊很适合呀。我说
行啊，他就是啊，他就是那酒精，他自己是干净，孩子是干净，他孩子还抽这么劲儿，跟他来的。他说我就看不上我老婆了，看不上我大师姐，哎，我就看不上他们娘们，我的家人我就看不上，我没结婚我就跟他们较劲儿，咋的呢？他不让他儿子要我，我俩处对象他不要。我说这些老人你可记住吧，你要多要儿子要对象，你可别老那么搁这么着横爬竖挡的。告诉你，你看呐、啊，你横爬竖挡的，他不说呀，他心早跟你有劲儿了。他说我这、就是，我这心情，你等我结完婚呢，你看我打劲儿了，真折腾他了。把老太太憋得不得死来活去啊，不过老太太也没病。我们应该在骨科精嘛，是吧？哎，然后呢，他们那个孩子有病啊，生病的孩子就有病啊。那咋呢？您带孩子的时候用上劲，你这天生能不有病？孩子生病有病，先天性的乙肝，抽烟，孩子就有病，他以后也是肝病，是吧？哎呀，他那病挺重挺重的，啥也不能干。后来完了，听通过我的讲道，他听明白了。哎呀，哭啊！因为为啥他老婆都不要啊？他是个唱评剧的，考上评剧院了。过去老人都这样，说一唱戏你就不要。这真的，他儿子还舍不得。他这些，他说我这些银子了，你不用找，他也不要。我把你儿子哄住，我不让他要啊！你等结完婚，你看我好好折腾折腾你。真就没善折腾他呀。后来还得弄病，然后呢，明白道了，回家跪到婆婆面前呐，抱到婆婆的嘴哭啊，痛哭啊，他哭，老婆子也哭。老婆子说：“那时候呀，嗨，我寻思你是唱戏，我们家哪能要戏子？你能养活住吗？是吧？可是你。”没成想你跟我儿子争过场的，我这老人也不对呀、啊，他也哭，他说他不对，他说他不对，娘俩把心里那疙瘩解开了。从那以后，儿子几个好病好了，孩子病也好了，娘俩还和了，是吧？因为我们讲这个善人的思想啊，就是和家健身的。既然我和你家，又能健康你的身体，是吧？还有吧？对，还有啊。还有，要不您写回去吧，先讲完。我们这孩子病人病了六岁左右的，今年十一了，你说需要什么疗程？六岁点的，这不讲的问题吗？那个病是小孩要不是十六岁、十二岁古代有病，记得吗？那是哪来的妈妈的恨气太大？然后跟孩子不知，这也是有前因。妈妈的恨气呢，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点气儿，他们受点气，一睡觉起来就精神不好，这些毒气串到经络里去了。要想让孩子好，就给妈妈下功夫。王先生打开这里说：“父母在变，儿女就变；父母变啥样，儿女变啥样。”这个是啥？肝病，肺病啊，这是肺病。肺病咋来的？肺病呢有两点，一点是脑人，脑人这个是金性人啊，好记不性大了，好记仇啊，是吧？记人仇了，这叫脑人。再一点，跟老人生气最容易得肺病，这叫啥呢？火克金。操心，是吧？火克金必操心呐、啊，哎，那就是阴金性人，跟老生气，那叫亏笑，亏得笑到热三倍，是吧？那你我们自己很好的，是吧？这很好，要都你个人本身呢，还挺好呢，有没有消到儿女身上？消到儿女身上？不是肺炎就是脑瘫，这是啥？再有我吃了八岁就是药片药。
烦，烦人烦的。啊，脊椎呀，这个，脊髓，后脊骨呗。那跟后跟你使劲使的呗，跟后跟谁使劲？你在你哪个人啊？都不知道。那个这个没事，这个你看我这个，他那也不能咋地，不疼不痒的，反正就是反正不太，十六年，这跟你表哥，就你躲避不能全往前说，你不要往后说，往你躲避往前说，女子一个为一周天，男子一个为一周天，你别躲避，你得往这个月以后说。我们看那个月亮，你不是那个月亮吗？一个月出来地球跑一周，人是代表天地来的。那男的你看，那太阳一天就绕地球来一周，女的这里来的就近看一个月来一回，男的一日不可有回头的人吧？是吧？这就所以说呢，男人得病很快，男人女生得病也快，好病也快，女人呢得病缓慢，好病也缓慢，这就是这么个原因。人呢，我们是也为啥说人呢？是这个一小天地呢，是吧？夫妻是一小天地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天地来的，你是天地一个分子，有五行形成，天地就是由五行形成的。社会五行是什么？是五大教。国家五行是宫门三绝官。家庭五行是兄弟父母祖，人生五行就是心肝肺脾肾，是吧？我们面部有五行，眼睛有五行，手上有五行，性界有五行，心界有五行，身界有五行，都是五行形成的。所以说我们是代表天地来的。你好了，好了一个天地，好了一个人，好了一个天地。那都好了呢，人人都好了呢，整个社会就好了，那就风调雨顺了，国泰民安了。说来唱歌唱歌呢，每人要都献出一点爱呢，我们社会人间变成美好的人间。那我们都要是那样的呢，我们一个人一个人的都好了，就好了一个一个的天地，就好了一个一个的家庭。一个家一个家的好了呢，我们想一想，一国一国就好了，一国一国好了，世界就大了，是吧？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嗯，这就是跟老爷来的。啊，这个就是跟老爷来的。是习惯。哎，这就是跟老的来的。大人哈，就喘气儿，趴枕头，一喘就是不行。其实妇科病。这也是妇科病。啊，妇科病。是吧？妇科病是怎么来的？那就是夫妻之间来的，是吧？一夫一妻吗？是吧？现在呢，有人不是一夫妻了，咱们政策是一妻一夫，国家政策是一妻，过去不是，一个男的也是熬过妻的，现在不是，现在都是可以偷的，他也不敢公开，是不是？哎，说妇科病就是夫妻之间来的，夫妻不调和，阴阳不调和，是吧？所以说呢，妇科要有病，那就得说别往外院。还得说自己，是吧？那就是男子主刚正，女贵柔和。男子没肝，赖不麻秧；女子没有根由，家庭准愁。是吧？是吧？那就是男刚女柔嘛，刚柔相济，以柔克刚嘛，才能刚柔相济嘛。是男人刚不像你刚暴打老婆骂老婆，那你就错了，是吧？男刚是咋的？刚正，正直正见，不走邪念，
这是男人的，是吧？那个女人呢，柔中有刚，不是让你软弱无能。说柔那得了我的东西，我不愿你为什么？让你性情为柔，是吧？你得听明白这个道理。有人要听不明白的，俺那样再跟你讲话，这女的完了，说水疼了尿疼的，我不愿意尿疼的，是吧？让你呢？哎，让你什么都能干，你丈夫不行你就行，是吧？夫妻之间嘛，那就是过家之道，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俩人的事儿，男女都得齐心协力的过这个家，这个家才能昌盛，是吧？你别一个吃的，一情吃情喝的，那个呢赶着正赶着包区，你说赶着正赶包区，越包区他越不干。是吧？别包区，要包区就坏了。是吧？一包区身体有病了。是吧？硬劳还得硬怨。你硬劳了，你别不硬，人家硬劳还不硬怨，劳也劳了，完了还老有怨气儿。那你说你身体能好吗？是吧？身体就不好了。哎，这也是啥？全身都有病。皮肤。这皮肤病对。什么？白血病？白血病啊！行，以后我再单独给你解释白血病，是吧？皮肤病？皮肤病，皮肤病是哪来的？我说呀，这叫啥？脾气呗。这脾气不好呗。还有一点，虽然脾气不好，还有我因为我讲究过这个病。有的是脾气不好，火性烂爆了。你看皮肤病一般多数人怎么呢？皮肤病人多数馋，疮吃火活的嘛，又不属火嘛，属阴火嘛，是吧？哎，还有一种什么呢？我见到一13岁小姑娘得这么个病，哎呀，这身上那都不用说了，从头发的脑袋耳朵脸一到全身呐，全是白嘎巴，你一口嘎嘣嘎嘣的。这孩子这最糟的，他的哥哥和他嫂子都陪领完那些了。我说你们家为什么长这个病呢？他说不知道。我说你13岁就长这病？说是啊。我说你是不是脾气挺大？他说我脾气大是大呀。我说脾气大是一个的，与你父母也有关系。你们家有问题？他说有啥问题啊？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往外抬钱高利贷呀？搁钱财有问题啊？后来完了，他这个儿子就说：“我爹可能往外抬钱了。”我说：“抬钱都抬给谁？抬给穷人。你都抬给穷人了，抬给穷人了。穷人越穷，你越整他长他力，那不糟了吗？那他还能富呢？”这叫啥呢？扒穷人皮，这回好，这回老天扒你皮，我干坏了。完了，他说那咋整啊？我说回去跟你爸说，看你爸咋处理。真的回去，他真说了，这是赚钱的。哎，他回去，那个孩子小，半大半夜的，他这儿子小的明白呀。说爸呀，你净往外抬钱呢，你瞅你东跑西颠，一天净整抬钱这事儿。搁这找那儿，搁那儿找那儿的，他中间还取利，给别人抬来了小利抬来了，他大利抬给人家，别人就这么想。后来完了，他儿子跟他一说，他说要是那事儿，那我就抬出这些钱，我一分钱利不要，给不起我的多大给多大算，那我姑娘病好了就行，3宿，全部掉没。3宿啊，全部掉没了，是吧？1宿搁那炕上扫下一炉铲子来，搁月子上。3宿扫下3炉铲子，好嘞，是吧？你说了你就得办，他真就这么办呢？真是，后你后来多少年钱都没给他，他不要了，我不缺你了，我孩子这皮肤病，我多少钱也治不好。皮肤病也有很多方面。还有一个干什么的，是吧？还有一个，过去那个
叫老板的赶车的，打马打喊的，十马十太狠了，十死好几匹马呀。他全身的皮肤病，他讲的硬策也不好。我说这就没招了，就你再想别的招式吧。后来他上山里的，到北山里一个山里住了一段时间，喝山上的山泉下山上的矿泉水和泉的水，完他才就好了。因为那泉水老山里啊，各种的草药啊，从那个这个像那个水经过各种草药的过滤，他喝了那个水，完他就病好了。你现在这个病从多方面来的，不都是一方面的，生理、性理，是吧？数理、医理，你各方面你就得研究啊，你走动的方式也不一样啊。真要明白了，那就真是连拉带吐啊，是吧？又打嗝的，又下白气啊，又拉又吐啊，又出汗呐、啊，什么样的都有啊。拉吐你千万不要害怕，吐啥样你也得害怕。有的像这回我们来那个鞍山的那个敬老院的院长，是吧？慈善院的院长，他说你上次得着走了，走一天我过天我就又拉又吐的，你说他们就把我整医院去。我说我托病他不信，到医院打还得你就不吐。他说对呀、啊，到医院他们给我打针就不吐了。我说那就不能吐了。不是说你不那个不能吐了，你要吐吐时候你说哎这多遭罪呀，我可不吐了，那还就不吐了。那你不想吐了，你不想往外倒了，不用了，那就拉倒。哎，是吧？这皮肤病就有很多方面的，是吧？这啥？小儿肥胖，小儿肥胖，看着那个，就是比较胖了，这一类的吧。小儿肥胖病啊，这胖啊，说这叫减肥呀、啊。我告诉你，胖大劲还得糖尿病啊，营养过剩。你说现在人为啥这么胖？不劳动还吃得好，一点活不干，这才叫人混吃，是吧？吃吧，不在这里讲吧，说贪嗔痴慢疑，是吧？那就吃，我养过病吗？我就得糖尿病。我因为我们原来的是干啥的？干活的。上次不讲吗？干活的，啥叫干活呀？是吧？你天天干活，你才能活着呢。你要不干活啊，你就一死就快了，是吧？活活的吗？活着三四回，你不运动你能活吗？古人讲这句话呀，运动不止，生命不息呀，是吧？我给你们村民讲道时，我就说，我说你看见吗？忙产忙医院的时候啊，能活忙的时候，谁也没有病啊，一到闲的时候，我都来病了。为什么到闲时候你们勾心斗角净事儿，是吧？干活时候啥都忘了，干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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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谁没病？一天那那么累，谁也没病了。那我们现在我们说这我到城里一看呐，多数都上医院，今天上医院，明天上医院，咋的？就是把你闲的，真是闲的。是啊，你看打工那些人都没病，他们就闷着干活，我挣点钱好糊口啊。可是你看，没事那些人，打点麻将，蹲个长，膝盖短，给你练起来了，练吗？是吧？越练越出事，完了整出一些瞎话来。佛教里有一句话。闲谈不如云飞，是吧？闲谈也是顶，闲谈干什么？思虑思虑自己人生的路，上面叫格物，孔子也叫格物，格物格
人呢，好好的认识，往深刻认识。认识好了，你病就好了；认识不好，那我可能大高大大，你说我讲病能给你讲好，你要讲不行，你快点，你去上医院，你去手术了，你去开刀了，是吧？我可不担心你生命，是吧？现在，那个高远来啊，是，现在啊，就让一个人啊，高远现身说法，讲讲他的经历，是吧？我今天来到，法师非常高兴。我感谢两位法师给咱们提供这么好的道场，也感谢这些居士们这么心这么诚，这么。嗯，我就是哪，我今天出来，今天来到这个朝阳是向大家来学习的了。来学习的，因为大家都做那么好，我做的一点也不好，我就讲讲我自己，学道前和那个学三道之后的亲身经历吧。那个我没学道前嘛，那个当姑娘时候吧，在家就没有当好，我姊妹两个有个弟弟，我跟我弟弟总打架，让我妈妈伤心，那时候也不知道是亏笑。因为就是可腰间了，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得给我多点，那个我弟弟还让着我，我妈妈跟我操了不少心，我这姑娘就没有当好。结完婚之后，我这媳妇都没有当好，当姑娘在家，妈妈就娇生惯养的，妈妈就不用我做家务活，那个洗衣做饭麻婆的劲，妈妈非常好，都不用我，都妈妈做。完了，姑娘我会做缝纫活，完了我就在缝衣上做这点缝纫活，家务活所有活都不会干，也不知道体贴妈妈不容易，爸爸不容易累。等结完婚之后，这个习惯就带到婆家。我结完婚，我这婆婆公公婆婆也非常的惯着我。等怀孕了，什么也不做，公公婆婆做饭，完了那个丈夫也是的。也体贴我，也不用我做什么活，完事这么养成我就好吃懒做这个习惯嘛。完那时候也不知道赶老人家，不知道哪父母那么不容易啊，给咱们拉扯大。当姑娘时候就不知道心疼自己爹妈，结完婚更不知道心疼感恩自己的公公婆婆了。就这么就随着我的怀好孩子生下来，照样更哪娇生惯，公公婆婆帮我带孩子。我爸爸妈妈都帮我带孩子，我就是在婆家待几天，又上娘家又去住几天，像婆家像娘家像旅店上的，根本家务活还有大地活农活都是我公公婆婆做。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亏笑，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我还以为我自己挺有福的呢，还当别人显摆。完事我公公婆婆一直也因为就拿我当女儿上的，完事住院时间长了，因为是媳妇儿嘛，你在家家活一点也不做，都是公公婆婆做，农活非常非常累。完了，我公公是那个大队会计，完了，大队会计吧，完了我公公非常能干活，在大地活还有20来亩地，完了都是我公公自己干，完了还有拦着活。完了那个我丈夫呢，也没有帮，就是爸爸妈妈那玩意儿。都是没有体贴这个父母那么不容易呀、啊，就这么东一五，我丈夫就是姊妹两个，我对象呢也是那样似的惯着我，就这么养成我这坏习惯呢，逐渐的时间长了，我公公就是心里都也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感恩我公公，没有感恩的心，我那个婆婆吧也是的，就是好吃的吧都得让着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感恩婆婆。完了，等着住院时间长了，公公嘛就喝酒，因为他干到农活都非常挺累的，这大队还忙了一天。完了，大队活抽完也去，都得自己做。完了就喝点酒，就是喝酒劲，平时他还不好意思，就喝酒劲，就是骂骂吵吵的，就数的那啥玩意儿。完了，我说跟我们住东一屋嘛，三间房子，我就不愿意。完了，我就以为说谁家老人都这样，那个咋我也不会做拦着活呀。我也不会做那大地活呀，你说我当姑娘我都不会做，结完婚这有孩更不会做了，
就还是那样，就是非常非常懒惰，不知道那个感恩老人。我对象跟我那抱怨完，我不但不知道感恩老人，我还就是生老人气，用他骂我，我心里头就也就骂，心里头也骂他。但是我面上没有，我装的挺那啊，就心里头就骂他。完了，中间我头一个孩子，因为娘家婆家我没累着啊，爸爸妈妈帮我带着。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亏孝，我也没接触到善人道。完了，等我就是瞅着咱家婆婆，我对象有个妹妹，妹妹吧又要一个孩子，生下男孩，非常漂亮，我就非常喜欢。完了，我自己哎呀，我也有儿子多好，就不知道养儿子不容易啊，是带个孩子不容易，因为我头一个孩子没累着嘛，我就是自己又怀孕了，要又生一个儿子。生了儿子之后吧，我婆婆那时候就给我那个姑娘带孩子，人家姑娘带孩子吧，就是我姑娘非常忙工作，就是做买卖的，完了对咱都非常非常好，就是咱头一个女儿吃穿用啊，都是我那个姑娘就是供着，我的穿戴都是我女儿，我那姑娘全都是包了都。完了那时候说婆婆也没有事就帮着带，完了就让婆婆帮着带，因为那会儿那还没出现大矛盾。完了等我要完这个孩子之后吧，婆婆因为这孩子的从小就喂奶就带惯了，她别的不跟。完了我这孩子我吃奶东西无助的，但是我因为当初就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嘛，结完婚嘛也不会干那大活，婆婆惯着。等头一个孩子是婆婆和妈晚上大伙儿帮着带没累着，等第二个孩子婆婆就没有那时间，因为婆婆那时候也不太同意要，因为说错一点但我带不了。完那时候我也没理解，我说我自己给他带，我自己也能带，带孩子那些有多么不容易。完了等大人了我就开始抱怨了，完怀孕的时候跟我也不同意要，也不同意说因为这哪玩意儿，你说你家条件不怎么太好，头一个孩子，你说我对象身体也懂不怎么太好，要什么一年挣么多钱，挣3000-4000的，挣不几个钱都不够生活的，主要就靠我做点肥活这么就这么维持。因为公公吃公公的，吃公公婆婆的，不花什么生活费，都是挣钱就挣，自己挣点钱就够自己花的。完了等着这时间长了，等我要这个孩子之后吧，我开始因为婆婆做不上饭呢，完了我得做饭。完了婆婆的带那孩子，孩子姑娘孩子非常多，我咱家这孩子也多。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就跟公公婆婆就生气，那个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跟我公公就是因为中间这矛盾越产生越跟他了。我公公喝酒也是就是怨气连天的，因为他累的不像样啊。因为那么大岁老人了，一天你说这大队忙活完事了，大队一家事，回家还得忙大队活，还有拦着活，回家吃饭还不应时。完了你说喝点酒抱怨，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公公不知道那啥玩意儿啊，就因为我自己挺累挺苦的，我自己带孩子累。完了等我那个那啥，等我家这个孩子了，就公公更麻烦了，我婆婆做饭也忙的做不上饭。完了我带这孩子吧，连大孩子头一个女儿上学，我还送上学。完我丈夫我不挣钱了，我丈夫挣钱嘛，告诉我丈夫自己得挣钱养活咱这几口人。完了等这么中间的我自己就家务我也干的也没干好了，我带孩子也带不好了，完了我就成天这么更生气了。就是从我那怀孕之后我就跟公公生气，我公公骂我几回，完了我一住院我也骂他，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亏欠啊。完了我就公公喝酒，有一次喝多了就有点喝多了，就骂的就严重，我就跟公公生气，就这么对着就骂起来了。骂起来我公公就气的不样，我也气的不样。完了我就恨我公公，我说我再往后我也不管你叫爸爸，我永远不管你叫爸爸了，谁让老人不这样，你大老不能养那个可有理了呢，不知道那个行驶，也不知道自己是亏笑啊，也不知道老人就是老婆婆，使劲使劲跟老人生气呀，骂老人，恨老人有病。和老人呐，我离开你我当然能生活，就没有你我也照样能生活，就这么和老人赌气呀。完老人伤心，我也没理解老人那么心，把老人心都给伤了。完了生完气之后赌气之后我就出去呐，离开老人和老人生气，上后面带老人躲你远点，老也看不着你再好你。完了等到上后面去了我就更生气了，上后面有公公婆婆不也生气吗？这一年什么也不干，家一点老人没接着你们什么力量，完了净帮你们干活，完了还养活你们，养儿子还养媳妇，还得养活那孙女。老人一肚气呀，说不出气的别样。完了我自己还埋人世里面，不知道羞耻，我还恨下老人，咒老婆婆死，咒老婆婆有病。完了等着我上后面去，能有
一年多把房子赌气贷完是吧，我孩子往后面跟孩子连带，我就不过前屋来了，不看老人，我心里都还没见，就是就恨他，就永远不见他，我就见到见陌生人你不跟跟我说话，我就心里就咒了，永远我也对你不好，然后等你结婚用着我的，我指定好好蹲着你，好好骂完气你一个骂，我就准备那样的狠着狠着你，我但是别人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因为我这面还装挺好，别人说哎呀没有说你没有说那么像别人那样说那么张牙舞爪一个啥玩意儿，但我心里都非常非常的饿呀，我心里就那么想你，但是谁我知道我怎么想你，老天知道我怎么想你，我的孩子50时突然就来病了，我的孩子就突然来病了，就高烧不退的呀，能有一个来月吧，在家就治来的，找家庭的小诊所就治，找家庭的小诊所治吧，完儿每天就挂滴流，他高烧不退，挂滴流也不退烧，吃那个普热移动也不退烧，完后来那哪农村的小大夫说你赶紧上大医院去看去吧，你这孩子指定有大毛病，完了我就领着孩子我丈夫上那个海城市医院去看你，完了上海城市医院去看你了，大夫就做的那个那啥打的彩超，就看着孩子就说我还做的验的血，验全方面做的检查，就检查出来的时候这孩子啊这肝上就是长了恶性肿瘤，说够呛，指定是，你要不相信呢你到沈阳医大再去看看你，完那时候我就是又上那个不相信的小医院呢，我就和我爱人还有别人拿家属领着就上沈阳那个大医院，上沈阳那个医大，上沈阳医大医院，上沈阳医大医院住了一星期院嘛，就是背着孩子，因为孩子在家就病没有啊一个来月了，就是走路都成问题了，就抱着孩子，孩子每天躺在炕上啊，就那个走也走不动啊，就说妈我怎么没有劲儿，你这孩子眼睛就瘦，就吃什么也吃不进去，就躺在迷迷瞪瞪的，完了不能背到那沈阳医院嘛，又待了一星期，每天孩子都怕检查不准嘛，怕误诊，每天就抽血呀，完了背着孩子去检查去，完了住一星期，连那个片子都出来了，孩子连验血的做彩超，再做的 CT 切片，因为孩子5岁太小了，做就是磁共振做不了，就是做 CT 切片了 ，CT 切片就整量就全出来了。就是比海能检查的更详细了，就像米粒那么小的都检查出来了，大的像金蛋黄那么大，就整量左肝就满了，右肝有不点，主要是左肝就满了，完了专家教授找的，咱家亲戚找的人就说这孩子躺那块就给摸，就摸都摸出来了，说你这孩子不行了，说你做手术的话你都下不来手术台，因为孩子太小，那个你要不拿的话，你要条件好的话也救不了孩子的命，比如说条件不好你就是弄银财两空，你还不得就是说回家那个就是爱吃啥就吃点啥，给孩子能多活了活几天睡吃一天嘛，完了就这么的，大夫什么药也没开，因为就是你有那药能治我的命，就这么就回来了，回到家里那个时候我就是认识那个杨玉兰，那完了杨玉兰我二姨呀，就给我介绍，就说呀，你那个听说那黑龙江有个刘善人能讲那个能讲好病，他原来有个道场他去过，就说能不能，因为这小孩这病嘛，这心理疗病嘛，就是12岁里都在妈妈身上，完了因为我在哪回来的时候，大夫也说在沈阳回来的时候也说你这个病嘛是先天的病，说不是这孩子自己的拿，因为那么小的孩子他也不能生那么严重的气，也不能拿，完了等着接触上杨玉兰我阿姨吧，完了我阿姨给我讲我那时候头那个孩子有病啊，那时候我就能头孩子有病那头一年嘛，我就接触上杨玉兰我阿姨了，我就跟他就这么随便这么唠嗑啊，完了我自己的病啊我就调好了，因为就是身上就有这个皮肤病啊，我原来身上有皮肤病，完了还有喷嚏炎，完到夏天呢就迷糊，就总得挂滴流，完了就这么唠嗑就好了，就跟他唠好了，就头上那病啊是亏笑，那时候也没寻思哪啊，就给老人啊说给老人磕头认错哪玩意儿不像你老人，完了你咱这么的完了就回来之后吧，找那沈阳医大回来之后吧，没有办法了，因为啊我就这孩子病又医院治不好了，咱家人不信这心理疗病就太神奇了，又讲能讲好病，
就咱家人家的人婆婆就说了，两手房子卖了，我也愿意救我孙子的命。完，天天都愿意伸出手拿钱，你要只要你给孩子手术，咱们都帮你。完那有大伙，你就是有钱也救不了孩子命，不是说钱能那个能拿玩意儿，钱要能拿，这医院就医院大伙，钱也救不了孩子，这孩子这么小的孩子下不来手术台，那能把肝都砸掉吗？那肝是引起造血功能，你那像你这人呐，你大的砸掉还有小的，说没有办法，你回家去吧。完了等儿这回家去了，就是找那杨大娃阿姨嘛。我阿姨就告诉我有个善人，黑龙江有个刘善人呐，能讲病。他去过道场，亲眼看见我这孩小孩子的病啊，就非常神奇。就是十二位里的妈妈要是真心忏悔，因为这十二位里的心理疗病就在妈妈身上，妈妈生气上火，完事把这个气火传到孩子，遗传到孩子身上。完事我阿姨就跟善人联系，那善人也走哪都行，不在家。完事等着那个我阿姨联系了挺长时间呢，高医院我和善人联系上了，联系上了，刚刚哎呦我就说刚刚沈阳回来吧，没直接找善人，让咱家人不信，就不信他能讲好病，说太神奇了，说讲能讲好病，就找大仙去了，因为说你看你邪病呢，我说找大仙看你了，找就找好大仙，找好几个看，大仙说你这孩子不是那个邪病，就是死病，咱治不了。完这回这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完咱家人就是从高医院回来的全家人没有路了，就全家哭，我婆婆也哭，老婆婆哭，我没带着我的孙子。完了我对象就脑袋搭了个头啊，因为就什么办法没有了，就眼瞅着这孩子就要没有命了，一天比一天远哟，就是因为那时候困的嘛，跟老人生气，一天过得一点也不好啊，什么都不顺了，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不孝啊，不孝就不顺，就是这孩子吃什么也吃不着了，就是就跟吃口饭了，就水果什么的都买不着。完了终于有病了，给孩子买罐头买什么吃，孩子搁那眼巴躺着也吃不进去，妈这心里就老难受了。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妈妈给这孩子害了孩子，是我妈妈给招疼的。完了大伙都心疼我，怕我上火，怕我干嘛都劝我。完了我婆子也哭，我丈夫也哭，完了亲戚朋友来了就哭，因为没有别人了，从孩子那躺着就一拉面的，完了瘦的圆了八十的，等着这倒了没有办法了，就去要哪求啊，求找高人找哪呀、啊。我杨元完了就讲那善人能讲好病吗？我说完我这你的病就是这么落下就好了嘛，我这就小病，因为那会小病在医院我也治不好，我这皮炎、啊、神经性皮炎，脑子都洗了脸这脖子，因为挣不着越挣不着越伤我，越伤我这皮肤病越脑子越都洗了回来了。完了等着我阿姨就给我联系一下，杨元完我阿姨就是跟善人终于就是联系上了，善人那时候在王元武家，在王奶奶家。我点一声了，完了就我就跟善人说，告诉咱家孩子的情况，说我儿子在沈阳医大回来，医院退出来了，说就是左肝长满了，右肝还有点，就没有救了，恶性肿瘤。大夫就确诊，因为良性是啥样的，囊肿是啥样的，说良性俩是圆乎的，完了那个光滑的，就是囊肿啊，就是那个先是那个好的，正片是坏的。完了那恶性的吧是不光滑的，长得拉拉巴巴的，说这孩子就是恶性确诊了，完了就回来了。完了说什么办法没有，说善人你救救我的命吧。完了善人电话里就喊了一声，善人说哎呀，说我的儿子病怎么得的，怎么完了善人就给我讲，我给你讲讲，善人就告诉我说你这孩子的病啊是你怀孕的时候和一个男人生的闷气，完了善人到这个远隔你近隔身吧，像闷气就是生那个怒气伤肝嘛，完远隔你近隔身吧，就是这个怒气呀、啊、折你孩子身上了，因为你怀孕的时候啊，完还有给孩子吃奶的这几年期间你生气，因为我每天都生气，从怀孕的时候家庭就不愿意让我要嘛，我就恨我公公也恨我婆婆，完了等生吃奶一天头一个孩子帮我带，第二孩子没有帮我带，我还恨怨他们啊，因为就是偏那玩意不帮我带，不帮我这么累，我这么你到俺闺侄儿啊，就这么样，就是一点点感恩的心呗，就非常就黑怨他们。完了我就越愁了嘛，就不跟他说话。完了这老天就惩罚我，因为我不孝心呐。我婆婆公公那么不容易，因为他们那年代没吃着也没喝着啊。我婆婆就是也是非常那条件都是不好的，公公家庭都是一大群那玩意儿姊妹儿。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呀、啊。完事给我对象拉着大的前面农村嘛，挣不了多钱，就盖所房子。完事娶我这个媳妇儿，我回家我可倒好，不但不当老人的人，我还配着老人，我还挣老伯伯，我不当老人老伯伯，挣老伯伯死，挣老伯伯有病，就是老天这回给我人惩罚我，完事这没有这个善人指点我，我也不知道啊，我还不知道错误呢，还往外怨呢。等善人指点我个电话里说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就能好呢？说你呀、啊，你得找着你全家人的好处，老人的难处，完了你赶紧媳妇真正的良心翻过来，你就能好。再搞你孩子吃奶这几年期间，从怀孕开始到吃奶这几年期间生理期，你哈哈的你这反省吧。完了，我就接上电话就说，我就哭了，因为这孩子山人说是你给造成的，因为我生气一下我把那病拿遗传在孩子身上了。我到电话里我跟山人就哭，我说你救救我吧，山人说你要能命令现实的话吧，上你公面前亲命打的话认错吧，就像我就能更好就能。完了，我就那样为了儿子，就是哎呀妈，就是怎么的我再告啥我都听了，我就去找我公公，因为我家在后院，我找我公公去认错去了。我公公吓一跳，我就给我公公跪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生气还能跟你生气，我孩子还能有病，我知道我就不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善人你讲说老人就老伯伯，我那我恨你死也死也恨你死恨你有病啊，都是我的错，我的家庭过得不好啊，也都是我的错呀、啊、我到家就是不知道咱老人的恩，我成天和丈夫说老人怎么怎么不好，你妈怎么怎么不好，但我不当我妈好不当我爸好，到人家我就非常非常的妈就为难我丈夫，我丈夫性格非常好，什么都让着我，我一点也没有骂啊，因为我到家就是贼小尖儿，到那孩子里丈夫什么事都让着我，我这跪到公公面前哭，我就起不来了，我就哭了哭了，我真对不住老人呐，我说爸真是我对不住你啊，我对不住你也对不住我妈，我也对不住我的孩子啊，我说我的妈妈亲手把我的孩子杀了，你说我不知道以前，我说这回我错了，我说我只要一命改，我一定能拿着这良心呗，拿你让我这爸爸妈妈给我对待，我说我指定改，我就哭了，因为哭了起不来，公公就扶我起来，公公也哭，因为我那人我不知道啊，我找遇到善人我就不生气了，我知道老公说我就不那样了，我不知道恩典我一起问，我只愿能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当个妈妈，将来好好当个儿媳妇，也好好当一个真正的妈妈，我的妈妈都失败了，我对不住我男孩，也对不住人家我爱的全家人呐，我伤了老人的心，但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你怨他们呢，怨他们没有帮他们，一人做不好还赖他们，实际是我的错误啊，我要早知道感恩老人孝敬老人的话，我就不会那样，我孩子也不会长病，完了我家庭也不会那么不幸啊，因为我丈夫因为我的过错我孩子长病，我丈夫也长病，我丈夫因为烦我嘛，腰疼的性子苗病的烦伤肾的腰疼腿的，我丈夫腰疼挣不着钱呢，就在家一年挣不几个钱，因为那腰疼上一天班就得回家，疼的不样样啊，到哪治也治不了，要人那大病小病也上哪医院针灸治疗也治不了啊，今天就回家就说腰肌劳损回家养嘛，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错呀，我还要我丈夫没能耐呢，要我丈夫我们愿意能买你们挣下的钱的像男子汉，你瞅你像女人你就回到家我挣不着钱，我老为难我丈夫了，懂吗？我就这么忏悔之后吧，我的孩子就有点变化了，因为我每天我飞天我也忏悔，在佛教我也忏悔，我忏悔我这么多年呢，我对不住从结婚呢没有尽到我儿媳妇的责任呢，对不住我公公婆婆呀，我公公那么累呀，回家吃不上饭，我生气有时候婆婆在家我还不给他带饭呢，我太丧良心了，太对不住我公公婆婆了，我不叫孩子有病啊，我还不知道我错了，也不知道回头了，等我那个这么逐渐认错吧，这么在家呢认了一星期吧，完逐渐这孩子就能拿了，就能吃点饭了，就不
就那么就不高烧了，不换地轮也不高烧了。完我这尾巴就上下排气，就开始这格就一面打呀，上下排气就这么拿了，就盯着这往出排。完等那个一星期之后吧，我这孩子就我就给山爷挂电话，完山爷说你上医院来检查，但有不点变化呀，就大有希望。我就上医院领孩子，我上爱人和我上医院又检查，又是找那个大夫，又打的彩超。这孩子就非常神奇，就变小了，那大的就变小，缩小不点了。大夫就非常惊讶，搁那扫描，就说你这个孩子你是什么样的？你是看大仙了？你是怎么拿？完了就非常神奇，说见好了。完我就讲的善人性了病，但是那个大夫也不接受什么，说讲了讲好病。但是我就这见效果了，我就高兴了。完了杨兰阿姨就跟善人又联系，就告诉善人这消息了。我善人说呀，大有希望了，有不点变化就大有希望。完了等着那个我一星期之后吧，我就是一个道友吧，就领着一个伙友就领着我上那个善人家去了。背部楼胆拿红帽的衣服啊，我寻思这丫头有救命的了，我乐坏了。我就背部楼胆拿红帽衣服背孩子，连那伙友领我就去了嘛，上善人家黑龙江。那个黑龙江挺冷，拿挺多衣服呢，过年儿。完事我上山这一路上嘛，到山人家，到了坐火车坐了一天，坐了一宿吧，半天嘛，又倒的汽车到山人家。完事到山人家之后吧，我见着山人嘛，这家救命，快救救命嘛！这家我就，完事山人就说，山人说啊，这有病的来烧香给拜佛。你说没有病来这家这么老活佛，何必说那来烧香给拜佛？老人就是老活佛。我拜佛不知道是老活佛，我还咒老活佛不死，咒老活佛有病，我都是我的错，我上两亿我背不住我的老人，我背不住我自己的爸爸妈，我谁都我背不住，哪个人我也没有搭好。我在山人家就这么在河沿这么唱，这么哭啊，我哭我这些年呐，我对不住我的哪老人呐，因为我从进门开始就没有尽到一个媳妇的责任，就不做饭，也不干家务活，完也不提，还给老人点着看，完了就拧劲跟老人干，老人让我这么我就偏那么跟老人较劲，完了怎么呀？公公婆婆那么累呀、啊，一天还得吃，我那么个年纪都挺大了，我那么年轻吃现成喝现成的，不知道是亏笑啊！我那么的不孝，公公婆婆还能原谅我？完了我就哭，我对不住，还对不住我的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白养我一场啊，一点光没我爹啥不说，就给我上火来的，因为我一点过跟公公婆婆生气，一点过的不好，孩子有病，大人有病，完了什么都不顺溜。完了我哭我对不住我的丈夫啊，我说我丈夫这些年呢什么都体贴我还行他还瞧不上我没能耐，还说他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你瞅人家的男人们挣家一万一万，你瞅你挣几千块钱就能干两个家务活，完了给我丈夫表丈夫心里男人再不说就让着我，完了我丈夫还给人生那个大病房，我丈夫还体贴我，怕我上火，可别疯了，可别个拿了，可别上火呀！他心里苦埋汰我，耷拉着头，成天闷闷，心情不好来的，因为他不知道这心里娘，那个谁也不知道这讲那娘好病啊，这人不行了都。我还体贴我，我说我对不住我的丈夫，我这些年就给我丈夫出难品了，就给我丈夫送毒药丸，给孩子送毒药丸，就说他妈妈爸爸都不好，姑娘也不好。对我那么多好处啊，有一个不好，我就把这些好处都给忘了，是我自己丧良心呐，是我自己对不住我的老人，对不住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非常善良，对老人都非常好，每次都上妈家，我妈妈都让我好好对老人，好好好好的和人家处，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娇生惯养那习惯呢，娇生还是那个习惯。完我哭我再回家哭我对不住我那孩子，我说人那妈妈都生那么健康的孩子，是我的妈妈生出这样的孩子，我说我对不住我的孩子，我给我这个孩子定是我给造成的，我老婆老善人呐、啊、你救救我儿子吧，我儿子好了我终身吃住，我的妈妈因为那时候吧我就是和完赌一该往子去拉了整了好几万块钱机会，完了这孩子有病又拉出好多钱金，完了我看人家有重病呀都大脸上，因为我这一片金我说没有拿，还能也没有能力舍下去，我说我就终身吃住吧，我妈妈为孩子做不到什么了，完了我说等我
哭那玩意儿，我忏悔悔了几场，在山下就这么哭了几场之后吧，就这么哭一下，别人这些道友去也就这么哭，在佛前哭哭自己的错，完找人家好处，完就在山下待了一星期吧，就这么哭吧，我真心诚意的认错，因为我真的错了，我做了那么多那么的错，老佛老太应当原谅我。我今后指定做个哈，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做一个合格的儿媳妇。完了，我这儿子逐渐长大，因为到山人家吧，不亲不故，从来我没见过山人，就听所有的介绍。完了，到山人家，山人像亲人那么照顾咱们。完了，每天吃好吃好喝的，山人对咱们，完了找炕头倒也给咱们。完了，没山山人和没山人还得出去找酒。完了，对他们，对咱们的那啥恩情，我就是到那我就感动的就受不了，因为咱们在家不好好做人，上黑龙江找债人救命救哪，不知道是自己错了，在家要只能好好做人，好好孝敬公公婆婆，孝敬自己父母，何必这么老远来找债人给添那么多麻烦呢？人家那么大的年纪还粥饭给咱们吃啊，完了咱们连土都好的给人豁了。饿埋的，完人家收的，不但能好病，咱们病好的时候完，山上一分钱也不要。我儿咱们住了几天之后吧，我今天回过再回家回过吧，我儿身体就变化了，因为山人家吃素，山人家吃素吧，我儿有一天早晨起来吧，就属于上外面就拉了，完因为这病在孩子身上啊，我自己就是哎呀，就上下排气这么往出走，我这孩子你怎么排呀？那我也不知道，那我就跪着求，就这么认错。完了，我孩子就非常神奇就变化了。我说孩子，早上就出去拉了，就三腿，就那黏糊糊、红赤脸，就那就像那啥呀，黏糊糊那玩意儿，拉了三腿。完了，我就告诉那山人了，告诉那山人。完了，那山人说：“哎呀，说这孩子病毒排出来了吗？这孩子能好了，有救了。”完了，我儿子让你等着住了一星期之后吧，山人说这孩子能好了。好了，你回家吧。我还不相信当时，我一这几天就能好啊。我一会住几个月咱们能好。我拿成多衣服了，完了等着这孩子住院咱们一天，就是我爷我俩可亲可亲的，因为他素不相识，之前早就认识了呢，和这些道友也是的，就非常非常亲。我刚才反病嘛就哭吧，完了我儿晚上就跟他睡觉，完白天瞅着我就给我擦眼泪，完了我儿子给我擦眼泪，我就说哎呀妈，我对不住你呀，这妈妈是个坏妈妈。完了我儿子说妈妈今天当好妈妈，我当个好儿子。我一瞅这孩子我就更哭的要哪了，我说我都是我妈妈的错呀，大人家庭这么那么的不幸，什么都不顺利了，妈妈不孝顺了，妈妈对不住你爷爷奶奶，还对不住你呀，对不住你爸爸。完了我儿子刚才住了在山下住了一宿，我就这么忏悔吧，孩子就是吃饭什么都正常了，走什么都可硬实了，就是那就是可高兴了，每天乐呵的。完山人说你这好让我回家，完那我就听山人话吧，我就回家。要回来那天孩子身上又鼓那泡，要那水泡像出的水痘上，从上面完往下就是鼓一堆一堆那泡，完一直咱要走到回来的时候吧，那脚底也鼓一堆那泡。完那山人说这是排毒呢，说那毒就顺着那就排出来了。完等着那啥，我回家之后吧，到家之后我走的时候给山人问你，山人说我这个从来就是有钱就是你们穷，有钱就我都一分钱不拿，玩意我不要，让你能要你的钱吗？这因为我救你不是为了干嘛，就让你回家，你好了回家好好做人，你好了你好，你也救你身边的人，用你的那教育你身边的人，你好好做个样子给大家，你好好孝敬你的老人，你好好做你的儿媳妇媳妇，把你人当好就行了。完整天的整天在课我就哭啊，我三人给我儿子惦着生病，完了我就三人说哎呀你有病还是安稳好人家，三人说还说没有病谁能来学道个哪玩意儿，我还安慰咱们呢。完了晚上我就回家之后吧，三人说你带去上医院去做个那个片子，再一个带去那啥，完了我回家两天之后吧，我爱人又领上那个医院又去拍片子去了，完了就是非常非常神奇，上医院排片就是孩子那肝就剩下影子了，就是全没了。完了孩子那时候走什么都正常了，
完了我就跟山人又告诉山人，就乐坏了，就全家都乐坏了，公婆都乐坏了。完了我那个山人就说，哎呀，说这边影子就看见妈妈今后怎么行李了。完了我说我知道了，我今后一定当个真人，因为以前人当假了，净说面子事儿，心里都那么那么饿，别人不知道，但谁我知道，用这个孩子教育了我，我今后一定好好对。完了等着这孩子逐渐都搁家好了，完了这个这好，我儿子今年都11岁了，5岁时候有的病，完了我儿子都非常健康，现在连感冒都不感冒了。我感谢善人呐、啊，善人大道救了我儿的生命，感谢老佛老善人，也感谢杨玉兰夫妇啊，为我们那玩意儿付出了老多老多呀，给我领到这个道上来。完了好病之后吧、啊，我就是。大家因为都知道我的情况，这个病好了回家，因为我别人问这孩子说你怎么好的，完这孩子那时候都什么都会说，说上老爷爷家就哭还笑，完就反病，完大伙就笑，他就可高兴了，告诉爷爷给我救好的，我善爷爷给我救好的。完了中间大伙知道了吧，大伙就来问我了，完我就当就是这些小媳妇们还有这老人就问怎么好的，我就告诉大家，完了我说这孩子病啊是我给招惹的，是我怀孕时候和我公公生气，恨我公公恨你，所以跟我公公生闷气生气，使劲使劲生气，完是我给招惹的。完了我说我在佛前真心诚意悔过，老鬼老善就给我这次机会了，所以我儿老鬼老善就给了我儿第二次生命，我说都是我的人没当好，妈妈没有做好。完了我就来人不这么来一个亲戚来的话，我就这么告诉他们，他们都知道了，完了说这善人闹了啊，讲了讲好，这回他们就信了。完了大家都来就是学的，那时候没有光碟，就有那小小磁带，那小录音机的磁带，完了大伙就都来那学这个善人闹。完了有杨玉兰阿姨领咱们这些年，大伙儿就是谁家有什么那个那啥事儿了，完了都来问那个，你说怎么家庭怎么这么以前的，因为总打仗都知道咱们不和呀，就像敌人若不过前不去，都知道咱的情况。完了这会儿怎么就突然就变了呢？完了因为我说学这善人闹哪，我儿有病，完了善人把我儿救了，所以在学这善人闹，我知道我自己的也没当好，都是我的错。完了给大家介绍，完了等着我儿中间的病好了，我跟老人关系也好了，完了那个咱家的财运都就开始变化了，跟老人咱现在跟老人就像是就妈妈和那个那啥女儿就是和自己亲妈就那样的关系，婆婆就是可高兴了，公公也可高兴了，因为我知道我错了，完我改了，大家也说我变了，这亲戚说孩子没有病的时候说你可不行，可不那样。完了我不知道以前那是错误，就是学善人闹，我知道我那是错误的了，对，没有跟老人家恨老人，我不对了。完了这我这一改变，咱家庭就全改变了，因为我这一个媳妇儿啊影响了全家的幸福，全连那个孩子啊在全家的财运都在我身上。我这就和我丈夫也和了，完了我给我丈夫认错，我丈夫也觉得对不住我，就互相这么认错吧。我丈夫的病也好了，我丈夫到处啊扯一条腿都不能，一年挣不几个钱，3天2天挣不多钱，总共家歇着嘛。完了我丈夫学的善道，我丈夫的病也好了。完了我丈夫现在一年吧，就是以前挣3天2天，现在学装修做瓦匠，你这一个月就能挣那个4000多元，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今年能挣好几万块钱。完了这老人也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咱们不惹他生气了，老人身体也可健康了。完了全家就是从地狱吧这家就反天堂了，因为咱全家人都总是乐乐的，别人羡慕咱们去问咱们去，没人去打听你，我就告诉我学善人闹，因为这善人闹能给咱们不能给能处病家人带来幸福。完了全家孝敬老人了吧，学这善人闹吧，你还要孝敬老人，财什么都渴望了。我也能挣，我身体也好了，我儿身体也好了，完了我对象身体也好了，完了我妈妈都学的善道，身体都非常健康，我公公婆婆现在也都非常非常的在这家人在一起非常快乐，所以我感谢这善人大道啊，给咱们带来这么多快乐。完了我愿意吧，我愿意把这道让大家都知道，都学的善人道，每一家都快快乐乐的把病苦都能去掉，学的善人道不生气不占我就没有病，找人好处，不管每个人都有好处，全家人都认自己的不是。完了咱周围这些小媳妇们都来，因为都有家庭不和不拿的都来问了问了，完了现在
有碟了，我给他们拿碟，就互相咱们在大家在一起学习，就是都非常高兴。每个人拿碟就听完山人道的回家，都知道回家好好孝敬老人的了。因为老人就是老活佛呀，就是咱们都把本给忘了，都顾自己的孩子，不顾老人呐，所以都不孝，所以才造成哪家庭不和，造身体有病，完儿造什么财什么都不好，人妈求财呀，就是求都求不来。因为咱要孝敬，因为我的亲身经历，我这回改变了，我知道感老人的恩了，知道老人不容易了，不惹老人生。所以我的财运都非常好，完儿咱家的一切都非常顺利。我妈妈一生病搞的山人道也都好了。这山人道吧，因为咱以前不明理，在佛前嘛，就是悔过好病，没有，就是诚心诚意的，就是得一点那个啥呀，一点那个就是说怀疑也不能有，就是你有一点怀疑也不好使，就是得我那会儿就是诚心诚意，因为我儿的病就走投无路了，没有哪能治疗我儿的病了，我就诚心诚意的在佛前就是忏悔呀，对天我也就是诚心诚忏悔，老回老善就救了我儿子，也救了咱全家，我非常感谢这个善人，老爷感谢罗善人救了咱们，因为。咱们那啥以前不懂，这回懂得善人道了，完儿自己家庭好了，我也愿意把这道都传给大家，让大家也都享受这善人道的快乐，家家都幸福。在这世界有一是佛陀的关爱，在这世界有一份情，那是佛陀的真情，在这世界有一颗心，那是佛陀慈悲心，这世界有一份爱，那是相互的关爱，在这世界有一份情，那是相互的真情，在这世界有一的关心，让这份爱温暖每颗受伤的心，这世界更美好，让这份情感动每颗善良的心，美好世界充满昨天大家在一起，谈论了一天，是吧？今天呢，